不管是几年后，不管是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所以我要谢谢他，就是对我的不离不弃啊，对我的照顾这样子。我知道他是上帝为我预备的。我要谢谢他这么爱我，也很爱我的家人。她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。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看出他真的很爱上帝，然后他时常会用神的话提醒我要多多依靠上帝，要多多祷告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需要另外一半，就是一直不断在信仰上面一直在提醒我的。他对我很用心，然后就是很真诚。 And I'm falling也很爱神，他就是跟我说你要多依靠神 more than 你自己。他就教我怎么样就是多依靠多祷告，所以我就慢慢的学习。跟他在一起过后，我觉得我可以比较做自己，是因为他让我这样子不需要去伪装，这也帮助我让我可以去更多的爱自己和接受我自己。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信仰上吧，他一直跟我讲就是怎么样去依靠神，更多的祷告。我的脾气其实还蛮容易被 trigger 这样啦，他会教我怎么样去见认识你的情绪是什么，先很有智慧的一个女孩子啊。我觉得幸福家庭的定义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，也要有上帝在里面的，神的话作为我们家庭的根基这样子。很健康的家庭，然后亲子关系也很健康，然后我跟他的关系可以 impact 我们的小朋友，以后希望我们这个 family 也可以成为身边每个家庭的祝福这样子。
去三十年后的他跟他说，到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孩子可能当时也三十岁了，还是28、25岁，我要跟他讲说，我的选择永远都不会变，一起去 build 这个 family， 我要做一个好的爸爸、丈夫。小朋友欺负妈妈，我会保护妈妈的。所以我会想要跟他讲，就是想要他 enjoy 他的 life 啦，就是不要把东西抓得太紧，不要让自己这么压力，就是去活在当下咯。